四字头竖笔，向右下方斜行笔，由粗到细，上面粗下面细，向右下方斜。横要细，提顿由粗到细，向左下方斜，中间两竖表垂直。从外形看，四头是要宽扁，两边的竖应该向中间去斜，斜的角度不同，竖与竖的间距基本相等。这个横画可以左右连，也可以不连。一字头，手横一短，左低右高，起笔无重。这个起笔的地方不要太重。竖笔向右下方斜，由粗到细，横细到转折处提按要粗。这两个竖，左边那个竖要低一点，右边竖要高一点，一个 连住这个横画，一个是有点空间，要有虚实。注意横一横的间距，还有竖一竖的间距啊，应该是都是基本相等的。两边的竖往中间多写点，中间竖上宽下窄，稍微写的少。横左低右高，提按转折，撇的起笔，撇折的起笔是在七的中间下方，到转折处要轻轻的顿一下，向右下方由细到粗。撇的起笔要靠上。出图这边要短一点，横要长而细，中间越一层弧形，手笔稍重啊。注意横左低右高，中间越成弧形，手笔稍重。撇折的起笔是在中间的位置，中间下方，注意这个错位，下面这个也要错位啊，错位。